好，诸位朋友，大家晚上好。好，看到大家都法喜充满。我们先来回答问题。第一位朋友问到：请问老师，学习《弟子规》有没有其他相辅相成的学习教材，可以帮我们更上层楼？其学习的顺序次第为何？好，《弟子规》可以啊，配合德育课本来学习。这个德育课本呢，好像就是这一些古圣先贤啊，把理论跟方法视线怎么样表演出来，好，能够让我们呢、啊，对于这些理论方法如何活用，这些人情练达可以提升，所以这个德育课本是一个好教材。好，那我们的德育课本有白话解释，所以每一位要弘扬文化的朋友可以以这个为辅助来学习，来跟家长孩子上课。另外弟子规之后，我们可以学习三字经，可以学习在清朝陈洪谋先生编的五种仪规，尤其我们先扎根的是养正仪规，再来再继续可以研读四书。那我们在网络学院呢，将会有一连串的课程会来上，会上德育故事，也会上三字经这些经典。那我们也会从这个四库会要，四库会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四库全书有1500本，那四库会要是把它浓缩变成500本，所以我们会也研读四库会要，都把它用在课程当中，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学习。好，整个四书啊，我们能够好好深入，好好学习，整个中国文化的根基啊，会扎得非常牢固。之后我们再继续研学习五经。其实这个顺序啊，在《三字经》这一部经典当中啊，有明确的说明。我们也可以翻一下《三字经》。刚刚有提到《弟子规》，接下来《三字经》，还有一本也很重要的书《孝经》。这个也要好好的学习。好，下一位朋友提到，自古至今谁无死啊？不是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愿同修自己做，全面推广《弟子规》，跟大家共勉之。好，我们了解要从经典做起，要从孝做起，要从我做起。好，好，这位同学提到勿亲知，是念知还是念子？这个知啊，应该是古音读法，现在有很多是语音跟读音。一般啊，读音是读古书的时候用，比方说出必故，反必面。那我们读经典啊，尽量用读音，因为古代人这么念我们尊重，不要去改。
好，可以读物亲知。再来，称尊长，物呼名，在佛门如何落实，我们就叫陈师兄、陈师姐，就没有呼名了。好，现在大家都省略的称行师，而不称悟行法师，如何改良？这个是法师的法号啊，当然是悟行法师可以。那行师啊，因为这个也是法师的法号啦，也而不是他的名字了，所以称行师可以，也不是呼名嘛。好，有时介绍长者出来，必须连名带姓，应如何尊称？介绍长者应该不用我们直接连名带姓讲，一般是我们的长者，哎，这一位是我父亲，这一位是我叔叔，比较多这个情况啊，不可能我们去介绍长辈，然后还介绍他全部的名字，基本上啊，应该是长辈自己啊，拿出名片来，或者自己讲，哎，你好，你好，我姓什么。应该我们只是啊，在当下呢，先让他们互相熟悉一下，了解啊，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介绍长辈说啊，这一位是我爸爸，爸爸叫某某某，没有这样介绍的。好，那一般，比方说我说这是我父亲，那对方会怎么讲？哦，蔡叔叔你好。蔡伯伯你好，因为他是我父亲嘛，所以应该不会有错，跟我同姓嘛。好，不用吧，光吧。这个礼貌啊，最重要的是内心的。在同一个团体里，有一位以上同姓的长者时，如何尊称才不至于会混乱？比方说是陈先生或者陈师兄，那应该两个人年纪会不一样嘛，一个可以叫大陈师兄，另外一个可以叫小陈师兄。那你看我们古代人，比方说我来自左营，可能就叫左营。好，在李旭，很多都在一个人姓前面都会加一个他的出生地。那一来呢，好辨认；二来啊，也不忘啊，他是这一片土地啊养大的，也要啊时时记住故乡。好，这样应该没问题吧。或者你就叫他左营蔡师兄，
一个是台南蔡师兄。好，四岁的幼儿在家自学，落实了《弟子规》，还可以从哪些经典入门？哦，我们刚刚也有讲到，整个读经典的顺序，那《三字经》上啊讲得很清楚。那这个《弟子规》最重要，要重复提醒，一定要让孩子啊扎扎实实扎下去。当他扎得越深，这些经典啊就会跟他很相应。所以诸位朋友啊，读书不是读得多啊，最重要要用得出来。所以半部《论语》啊，都可以治天下。所以我们为人父母，看着孩子背很多经典，你更要注意到一点，他的行为有没有端正，有没有谦恭。我们之前的课有提到，林则徐先生有提到两个有关读书的重要教诲：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啊。面对这些圣哲人的教诲啊，诸位家长绝对啊不要抱着侥幸的态度，这些都是定则啊。你不要说哦，孩子背很多，你已经发现呢，他的言语行为啊，已经有共高我慢，这个时候你可不要再侥幸。所以确确实实，一定要让他养成这一些正确的处事待人态度，这些经典啊，才会利益他的人生。再来，国小四五年级的学生在家自学，四书五经已背诵完，没有适合的国中衔接，要如何把孩子带好？除了生活上落实《弟子规》，尚可读哪些经典？或者只要一门深入即可？对于孩子的影响啊，家庭啊，还是占大的部分。所以我们家长啊，一定要记住，自己要以身啊作则。我是从小到大没有读过经典啊，真没有。但是呢，后来从事教育，接触经典，为什么很相应？因为啊，父母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打了这些啊做人的根基。所以确确实实越深入经典，深入教育啊，越觉得父母啊太伟大了，父母啊对我们的影响至深。所以我们还是要抓回教育的本质啊，教也者，教者上所思，下所效，育者啊教子始作善也。所以只要你的家庭当中有很好的学习气氛，有很好的这一些做人的榜样，这个孩子啊不可能有太大的偏颇。而因为我们现在整个教育的政策啊，还没有办法短时间之内就这么样的重视中国文化的熏习，所以只要您的孩子在小学以前都把《弟子规》的根扎好了，往后纵使到国中去，面临一些与同学相交往的一些状况，你也可以把这些机会抓住，当作机会啊，教育点来给予辅导，那他也会啊从中有所成长，有所历练。好，好，下一个题目是：
想在社区推展《弟子规》的教学，请教老师应如何着手？好，可否请老师分享海口启蒙中心的创办经验？教育啊，我们又回到一个根本，就是以身啊，作者，身教大于言教，所以整个经典教育、德行教育的成败啊，不在小孩，而在啊，而在谁？成人、大人。所以啊，这个课程呢、啊，真正的核心在家长课、家长课，还有教师课，这两个对孩子影响最大的长者。当然，假如一开始啊，叫诸位朋友啊去教教师课，怕你会怎么样？会太紧张。那刚好是因为我已经从事几年教职，我们抱持着一种分享的态度去上教师课，所以假如您没有教学的经验，您就从啊小学嘛小孩子开始上，那你就会累积教孩子德行的这些经验，那慢慢呢又跟家长有比较多的互动，以后就可以开家长的课程。等你办几个月以后啊，相信你与家长沟通的能力啊，可能胜过一般学校的什么老师。我们现在想想，很年轻的老师出来，多不多跟家长沟通？多不多？越来越少，因为学校啊，这个德行的重视度啊不够，德行不重视的时候，就很少啊跟家长有这一方面的沟通。所以啊，当你不断接触家长、接触小孩，啊，你对于如何去调教孩子德行的经验呢，就会越来越高。到时候我们厚积薄发，你这些经验有了，就可以啊开教师的课程。我们有非常多的老师啊，他都不是第一线的教师，很多都是来自其他行业，后来自己亲自教小孩，又亲自啊跟家长上过课，慢慢教师的课啊他们也能够啊去教学，去分享经验，所以都是循序啊渐进，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啊积累经验。而说实在的，什么才是真正的专业？专业最重要的条件叫用心啊。你真的用心啊，两年三年的教学经验好，那我们在海口的这个办学经验，最重要是了解到孩子德行教育的成败啊，是在家长，因为身教重于言教。我们常说读经读经，读经是目的吗？诸位朋友，读经是不是目的？不是啊。读经是方法，是手段，他真正的目的啊，在让孩子有好的德行。
所以我们做任何事啊，绝对不要忘了你当初做这件事的目的，不要走到半路啊，迷失了方向，而把它变成背多少。所以既然德行重要，那如何成就孩子的德行，必然要先上行下效。所以我们把重点啊，摆在家长跟老师的课程，每个礼拜啊都是一次，不间断的熏习。那因为可能有一些老师啊，您不是师范院校毕业，所以您可以从小孩先教起啊，积累这些教导孩子德行的这一些经验，好，慢慢的也可以跟很多家长啊有互动，开始啊跟家长沟通德行教育，沟通家庭教育。等这些经验越来越丰沛了，有老师啊，他真的很有心，希望把孩子的人格教好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顺势啊，再开教师的课程。那我们也有很多的老师，义务的老师啊，他呢不是师范院校毕业，有的呢开公司，有的啊在航空站上班，各行各业都有，但是他们重视到啊德行的重要性，他们也愿意啊出来奉献一份力量，所以也都在啊几个月之内有很大的成长。所以真正的专业啊是在那一份用心。所以当你真正用心，可能两三年的教学经验啊会胜过别人十年以上的经验都有可能。好，所以有愿就有力啊，最终还是要有这一份愿心，就会有力量。好，哦，这里是他的心得。从以往爱就是慈悲的大概念，进而了解到爱就是用心去感受别人的需要，这么实在贴切，也深切体会出一切唯心造的真谛，而知观照存心的重要，学到了抓住机会教育点，是导正孩子行为的重要关键时刻，尤其是胜于始，更学习到解决的方法，从事件本身是果，去找出原因才是根本之道。当然，力行是成就的关键。好，这位老师呢，把我十天的课程做了很好的总结，好，抓到了很多重点。好，接下来一个问题，海口孝联国学启蒙中心是混龄教学，或是一年龄层一个班级，是混龄，但是我们是每个礼拜上一次。德行教育啊，一定要回归到哪里？家庭，回归到生活之中啊，而不是上几个小时就能成就的，道在生活。所以我们其实是带动家长对于跟老师之间对于德行的重视，希望把这个德行的重要啊推到家庭，推到学校去。这是我们国学启蒙中心成立的一个目标。因为我们才几个人，又能教多少学生呢？是要唤醒
家庭跟学校对于德行的重视。好，目前中心的学童最大几岁，最小几岁？这个最小啊，有差不多两岁的，最大的也有初中生。那我们刚好在暑假期间呢、寒假期间呢、办了一个青少年营，本来要开20个人，后来开到80个人。对，所以我们也是发现呢、青少年教育很大的问题，所以就安排这个寒假来办，也是都在积累经验。那平常每个礼拜是办小孩小学以下的，当然他是初中生来听，我们也怎么样欢迎。好，那至于往后有没有要开初中的，那我们就视情况而定。刚好这一次初中中学生的这个中国文化研习假如反响很大，说不定我们会继续开这个中学的班，一个礼拜也怎么样开一次，一定要常识熏修才行。好，因为教育能不能等不能等。好，好，中心的课程只教弟子规吗？一面教一面落实，预计多久可授完这套课程？当然不只教弟子规，我们还教朱子治家格言，还教孝经。那因为后来我就到各地去演讲了，所以确实我跟杨老师呢回头一看都不知道我们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了，这么不知道能做得这么快想都没想到，都是这个古圣先贤冥冥当中的保佑，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以各地的这些老师来教学。那当然教学的顺序也是依照三字经的教诲来推展，所谓依法不依人。而家长跟老师的学习除了当地会持续办以外，我们已经成立网路学院，您上大方广就可以查得到。这个网路学院上我很多次的讲课都已经挂上去了，最近我们还会挂徐启明老师的一些讲课的内容，保证让大家呢学习不完的，因为我们也会持续再把新讲的课挂上去。所以活到老学到老。那一般我们对家长或者对小孩，一本弟子规讲多久？你们猜猜看讲多久？一个礼拜一次假如我们这一次讲弟子规讲40节课，讲多久？10个月一个月假如当4次上的话，那应该差不多上9个月。好，那我们在上这本弟子规是不是只有上弟子规这本经典？诸位朋友，我们有没有上的大学？有没有上的中庸？有没有上论语？有没有上格言联璧？理是相融的嘛，所以当你去准备课程自然就会对这些相应的教诲会把它一起融入，一起学习。那这个呢是跟我的老师释净空教授学习。你看师长
虽然他是讲这一部经啊，所有其他经的重要教诲他都怎么样，把它用在最适当的道理，让我们一听马上对这一句经文啊非常的深刻。所以跟到一个好的师长啊，你可以少花很多时间，就可以把很多重要的教诲啊领纳于心。好，好，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好，中心将来会再安排读诵四书五经、唐诗古文选之类的课程。好，四书啊是纲领核心啊，这个是一定要读。那我们啊先把前面的步伐怎么样踏稳一点，踏稳一点。那最好是啊您可以持续啊每个礼拜背一篇古文，300个字就好。好，每一个礼拜背一篇古文，一年下来可以背几篇，差不多50多篇。那你的古文基础啊就扎得很扎实。好，读这些经典啊最重要的是自利啊，利他。所以读了四书，读了五经，要把这些道理啊用在生活之中，不然啊书读越多啊可能变什么，变书呆子了。我们要活学啊活用。所以学问啊贵在能够通权答辩，而通权答辩呢很难是在书本里面悟出来，都是在哪里悟出来，生活落实当中悟出来。好，所以比方说我们说凡出言信为先，那完全不能说谎吗？是不是都不能说谎？要全变啊。假如你说谎可以救一个人的命，那当然要说谎了。因为所有的学问啊都是在啊利益他人嘛。所以只要能利益他人，当然要懂得全变。举一个例子，当初孔夫子在魏国刚好发现了有一个臣子要叛乱，在那里制造大量的机械这一些刀具啊，结果这一个臣子就把孔夫子团团围住，就跟孔夫子说，你已经发现我的行动，所以啊你必须对天立誓，对天立誓我才能放你走。孔夫子就对天立誓，我绝对不把你的事说出去。他军队啊就撤掉了。军队撤完，孔夫子马上说，走，我们去告诉他的国君。子路在旁边就说了，老师你怎么可以言而无信，凡出言怎么样信为先呢？夫子就说了，在被强迫之下而承诺的信用啊不用什么，不用遵守，那是他强迫你的。再来，纵使啊我因为不守信用而丧失了我的名誉啊，我也不愿意看到一个国家在发生大的战争，让人民生灵涂炭。所以什么东西比孔夫子的名誉更重要？什么？人民的性命。所以啊我们学习大乘佛法的一个最高指导原则叫念念啊为众生啊，
怎么样做能够对众生好，你就懂得通权答辩，该开戒开方便谎话，你就会开了。而这一些都要历过一些事情，你才能够啊积累这些人情练达。好，那唐诗啊，我们比较不鼓励先背，因为啊诗里面有太多的情感。在康熙皇帝的住宿里面呢，他20岁以前的皇子皇孙呢，不让他读诗词。为什么？人的理智哈，不知道要几十年才建得很稳固啊，但是人的情感呢，不用教都怎么样？都自己来。我也在课程里面讲过，自己没谈过恋爱啊，唱情歌还可以让底下的人在那里掉眼泪，那不用学就很会啊。所以明明就没什么苦啊，被那些歌曲啊一影响，越来越苦，触动了很多那种情绪的部分，触动多了就容易感情用事。所以我们看看现在年轻人怎么样。唉，所以以前看一个地区的社会风气，直接把他们当地现在在唱的歌啊拿来听一听就知道。所谓移风易俗啊，莫善于乐啊，音乐可以移风易俗，音乐也可以败坏社会风气啊。所以现在的社会如何，请我们去看看排在前十名的歌曲是唱什么，那就知道了。好，所以为什么必须在小学的时候就教他们如何判断好的对象，因为上了初中以后啊，怎么样？一大堆情歌哈，一唱下去啊，就没有理智了，所以先打预防针啊。所以这个唐诗哈，并不是在读古文的这个安排的前面哈。我们看《四库全书》，金、石、子、集。即是属于文学类，文学都是排在后面，最终要从哪里下手？经典，再来历史，因为历史是经典表演，所以我们才读德育故事，再来子，这个子是对经啊，再进一步去发挥，因为经书啊都已经传了几千年，所以各个朝代的读书人都会在那个朝代再下他的注解。好，所以现在让你去看宋朝的注解，你看懂不懂？有点懂，可能又不会太懂。但是你假如看清朝的，可能就更亲切一点。好，请问老师，现在很多小家庭不是三代同堂或双亲已故，因此无法落实弟子规中孝亲的教导，请问要用怎样的认知或方法来教导下一代？孝的根本啊，在不忘本，在念恩啊，这是人的本性就有的。所以纵使他双亲已故，总有长辈照顾他吧。所以这个照顾他的长辈，就可以让他学习念恩，学习报恩嘛。那另外不是三代同堂，是小家庭，那也事在人为嘛。比方说，可能不是啊，常常可以回去
看望。那我们每一次比方说汇钱给父母的时候，你就把儿子怎么样带去，甚至于教他如何填写汇款单，让他知道哦，我们是时时刻刻啊在关心爷爷奶奶的生活，常常天气变化了，孩子也在旁边啊，打一通电话问爸爸问妈妈有没有多穿一点。晨昏定省可以表演给他看，然后一有空开着车子啊回去探望父母，纵使没有住在一起啊，也能够啊落实孝道。回去探望父母啊，不在于次数啊，而是你每一次回去啊都是非常的真诚的孝心。孩子很敏感，都怎么样感受得到。你假如到最后做成形式啊，那孩子的感受就不强烈。所以之前我们在课程也有举过嘛，确实常常回去啊，一进门打开报纸坐在那里等着吃饭，吃完饭说妈我回去了啊，回去以后两个老人家累得半死，坐在沙发上啊，不如不要回来了。重实质啊，不重形式，这个重要。好，拿出真心啊，拿出德行啊，不要在行为当中看表面而已啦。好，请问老师，如果学校并不是很认同《弟子规》，而家长也以升学为己任，作为老师在这样的环境要怎样尽到老师的责任，是否有什么善巧方便？学校不认同正常，家长以升学主义为己任正常，没教嘛，对不对？那整个大洪流都是这样，那这很正常。所以这个时候啊，学校老师重要，因为家长并不懂，并不是很懂教育。那我们都读了四年，读了几年的教育，总比家长懂一些。所以当你啊教孩子《弟子规》，教他孝顺，谁的感受最强烈？当然是他的父母嘛。那他尝到甜头了，就怎么样？自然就支持你了嘛。好，所以我们要啊，今天你要这样走过去啊，你也要看到啊，远景在哪里嘛。所以远景就在啊，有德行的孩子学习啊一定好，学习分数很好的孩子德行啊不一定好，而且很可能会不好，因为他面对学习不放在做人做事，只放在分数的话，那要学到做人很困难，很困难。这里啊就有一封信啊，待会我念给大家听，就提到啊，孩子从小都不做家事，后来嫁为人妻啊，他的先生受不了了，跟他离婚了。好，待会我们再来看看。所以这些做人做事都影响一生啊，但是人往往都要到事情发生了才说啊怎么会这样。所以很多我们一般的话语啊很难听啊，但是也很贴切，叫做不见棺材啊不掉泪啊。所以确实啊，一个人要谦卑，要有受教的
害度啊，那是非常大的福分。好，所以家长只要感受到我孩子在德行有进步，回家还会帮他盛饭，可能都把他感动的怎么样，哦，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从来没有这么好过，自然而然啊，他就会开始认同老师的教导。所以我记得啊，我要离开我教的那一个学校，就有家长过来，他就说：“老师，你今年就要走。”我说：“对啊，我要去澳洲念书。”他说：“都已经有人啊，在打听啊，要把孩子啊，希望能够到你班上去了。”其实家长啊，他只是还体会不到德行教育的重要。只要有人，有老师真正重视做出来的，家长啊，他也会慢慢重视德行的教育。当一个孩子有孝心的时候，还要拿着鞭子叫他念书吗？不可能。但是假如是拿着鞭子叫他念书的孩子，那一只鞭子要拿多久？拿多久？好，我们怎么都干那个遥遥无期的事情。哦，难怪呢，老得特别快。忧能使人老。好，在家长假如真正重视德行，学校的风气就会怎么样？就会转。所以家长还是关键的。因为有一句话说啊，小孩怕老师，老师怕校长，校长怕家长，家长又怕小孩，构成了一个微妙的循环，不知道是恶性还是良性的。好，下一个问题，诸位朋友，万事起头难，但是啊，难行能行，功德才大。在这个大时代啊，一则以忧啊，一则以喜。忧的是怎么这么乱，喜的是啊，建功立业啊，更待何时？人生自古谁无死？其实好坏啊，只在你一念之间呢。好，诸位朋友，我们这一生啊，已逢圣教，这一生啊，已经知道往后的去处，你心都安住了，你还有啥好怕的？好，所以呢，能够闻到圣教啊，我都觉得这一生哈，我已经不缺什么了，值回票价。以后呢，全心全意啊，为众人服务，心已经安住了。好，因为也明白万般，那你还去争什么了？那不是自讨苦吃。请问老师，现在经济不景气，在工作与教养孩子的时间上总有所取舍，要用怎样的态度和做法才能尽到教养子女的责任？照顾孩子啊，不只是在时间的长短，重质啊比重量更什么重要啦。我们也曾经提到，假如每天10分钟、20分钟坚持跟孩子讲德育故事，
而且每一次讲的时候手机都关掉，谁找都没用，就是陪儿子。等你能够做三个月五个月，这样的父子关系好不好？一定好嘛，因为父子关系会疏离啊，那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好，而且当我们不去关心孩子，久而久之啊，你那个惰性就怎么样，就上来了。然后确实啊，亲情是需要经营的嘛，你不经营当然就越来越淡。而且我们回想一下，像我父亲那一辈，爸爸有常常在吗？每天工作很辛劳啊，但是因为父母工作很辛劳，孩子都看在眼里嘛，看在眼里。那现在为什么孩子教不好？因为父母啊，看起来工作也没什么辛苦嘛，每天都睡得比他们还晚。好，然后呢，可能常常出去，因为有钱啊，买东买西的嘛。所以啊，你真心去为这个家庭付出，孩子可以感受得到的。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很优秀，父亲很早就不在身边啊，母亲带大的，一个母亲要带两三个小孩，辛不辛苦？辛苦啊，赚钱就耗掉他大半的时间啊。但是当一位母亲啊，她有这样的决心，这样的魄力啊，愿意去扛起子女的教育重责，光是她这一个决心呢，她的孩子对她怎么样，就很尊敬了，很尊敬了。母亲也演出屹立不摇，演出啊一种勇气啊给孩子看。所以我几个同学他们当了老师以后啊，都跟他妈妈说，你不要工作了，我们来养你了。所以你看辛苦了几十年啊，晚年也是怎么样，很好啊。所以人生不要啊去求啊有一副啊好的不得了的棋啊，最重要的，纵使这一盘棋不是那么好下，我们也能下得有声有色，保证啊中晚年也会很好。好，所以还是在那一份真诚对家庭对孩子的付出。这里有一篇文章啊，念给诸位听一下。这一位朋友啊，相当难得。我们啊，不要放过啊，任何一次可以法供养的机会。很多老师都问我，说蔡老师啊，你讲课啊，很受欢迎。我说讲课受欢迎啊，不是在讲台练出来的。是在哪里练的？因为我从小就有什么什么雅号，太热心，所以啊，平常一看到有机会了，赶快就跟人家讲了。啊，我有时候去，比方说去这个礼佛，刚好呢拜佛像拜下去，旁边的人看我，哎，你拜的好像有模有样。我马上就跟他讲解了，再来还带他到外面去看，这个叫四大天王，都是表法的。好，处处都在什么练习啊，这个叫平时如战时啊。然后我会放过每一个啊法供养的机会。我就跟很多老师讲，我说这一次啊，我们在此地讲课啊，以后要向
各国啊翻译，所以会有很多国家的人看到。你们啊有好的例子要跟我讲。后来啊过了几天啊，他们没例子来，我就打过去呢，我说啊，你们怎么都没有例子？他说，老师啊，你的例子都那么多了，还要我们的？我说你们啊，这么好的机会不珍惜，丢一个好的例子，能够让每一位朋友家长一听，哇，就很有感受，懂得反省。他这个故事啊，供养了多少人啊？算不清楚啦，这么好法供养的机会不做。所以你法供养越多，聪明智慧怎么样越大嘛。所以我记得啊，我到一个学校去啊，刚好遇到一位朋友啊，他是一般的人觉得神经怎么样比较不正常，但是我不觉得他神经不正常，因为我觉得他的烦恼比我们还少很多，反而可能我们神经比较烦。结果呢，他看到我马上跟我打招呼，都是脏话就出来了。但是呢，虽是脏话，态度怎么样很亲切，那也是打招呼啊，不要执着嘛。但是后来呢，我每一次看到他，我就跟他阿弥陀佛，好，喊了几次以后啊，他又跟我打招呼骂脏话，我就说，我都跟你讲阿弥陀佛，你以后啊也要跟我讲阿弥陀佛。结果呢，他就试了一下阿弥陀佛，有点应付，但是要慢慢鼓励。后来呢，看到我都是阿弥陀佛。阿赖耶识怎么样？我只怕我这一生没有成就啊，不怕往后不能啊跟他一起同生极乐国嘛。因为我们是欢欢喜喜跟他结这个法缘，下一次见到面啊一定会很能够啊契入。所以后来呢，他远远看到我就阿弥陀。所以不要放弃一个跟众生啊结好的法缘的机会，这样子啊我们就能法缘殊胜。好，那这一节课先到这边，谢谢大家。